要睡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们到了重庆。来重庆是逃避北京的高温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，来纳凉来了。普洱贝爷，你知道刚才你没吃飞机上的饭，飞机上的饭可难吃了。然后现在咱们去，你想吃什么？小面、铺盖面，还有什么？抄手？抄手就不吃了，吃个夜吃腻了，我爱吃面。得吃个夜宵去。前道路继续行驶8.7公里。限速100，哎，没开。现在9:20，现在初中放学，你看看，晚上9:20啊，这，你说中考这怎么跟人比啊？然后高考晚上10:45放学，高中、嗯、啊，高中的10:45放学。应该是10:30，然后10:45出来，10:45出来，晚一个小时吗？嗯，这你说，那北京孩子没有，完全没有竞争力。你看，那有学生开始出来了吗？嗯。炒蒜儿，俺炒蒜儿几年？看看，炒蒜儿我都，那是汤。哇，汤是那个热鸡汤猪肚。嗯。回来就下面。你妈煮的东西都是一锅水，卤鸡蛋，那这个是肉红的，嫩吧？你那是鸽子腿，哦，鸽子和鸡在一块儿啊、嗯，然后猪肚，嗯，哎，这家伙、嗯、好好太补了，烟味足不够。本来还想去外边吃，油葱村，结果还是家里的好吃，都是小葱啊。哎呀，还是重庆幸福啊，嗯。要不这边学习晚上9点多放学，我早就在这边生活了。对，那只能说在生活其他方面和学习来比，你还是选择其他方面的优势是吧？咱可以在家吃完这个，然后再吃烧烤啊。好不好吃啊？你觉得？不过有点辣哈。嗯。哎呦，好吃啊！不辣。我这吃起来是辣的。10:30了，你看晚上。家里的东西再好吃，也得出来感受一下南方这个重庆的这种夜生活的文化，小吃啊，然后烧烤啊，都喝夜啤酒啊，特别是夏天了。虽然这边比北京温度要低，但是这边湿度就大，让我想起了当年在这边住的时候，5月份开始，家里那个湿度表就爆表了。我现在你看，虽然没有汗，但是油已经出来了。我们之前老在这家吃面，哎呀，还有吗？几两？我来个2两、3两都行，3两吧。3两小面。我之前提到过生活升级和降级的话题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生活质量方面的升级吧。就是说，所谓升级，并不是说从金钱上。怎么样？但我觉得就是说，一种精神上，也是一种升级，包括新的这种尝试、一种体验，那都是升级。我觉得你像国内这种，夜生活，然后有美食、有小吃、有夜宵，这种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但是在国外呢，也是它是有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这种生活方式，就是周末一家人在一块儿，去各种运动，玩水上运动，特别现在是夏天了，露营。然后这个房车，然后游艇、卡亚克、水上运动，
各种运动，包括各种比赛，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体验，也是提高这个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吧。都体验一下都挺好，两边来回切换，有滋有味的。这三两这么多呀，你来点，你帮我吃点。这小面你知道让我想起在多伦多有个叫黑小面。但是在多伦多没有这样的吆喝，这多地道。这个黑小面就在旁边那个西街，但是完全不一样，但是量跟这一样大。你看看这，但是呢，它是有这么大的量啊，9.9，在多伦多9.9一碗，加币，但是呢，这是9块钱人民币。对，但是这它五倍可以续。它可以，就是你不这一碗不够，可以续。我还真续过一次，我吃了6两面那天。这是5倍，你续5次才能吃回本来。但是味儿肯定没这地道。来尝尝他们家味道怎么样？是这个味儿吗？是这个味儿吗？嗯。加拿大不是这味儿吧？加拿大那不是这味儿。这个味儿，这个、味儿没那么重，这不是加拿大的味儿没那么重，但是这东西味儿不重，他们家面不好吃。他们家面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吧？我记得好像咱们上次回来的时候吃过一次他们家，我就觉得哎，他们家味道挺好的。他们家最早那家面馆也不错，嗯，然后后来易主了，那就是2018年的时候，当时这块租金是5000块钱，后来给涨到12000，那人家没法干了。当时小面是多少钱一碗？当时多少钱不知道，现在5块钱一碗，现在也就7块，现在也7块啊，二两7块，那就5块，反正没有二两7块。然后3两9块，抄手12，2两，炸酱酸辣粉10块，2两。这是南方特有的一种，叫什么？去热去暑的一种方式，里边放上冰，然后哈，这风扇一转。老板，这是放冰的吧？是吧？啊，放水。这冰水，但也是个冰水，对吧？这吹出来风可凉快了。没吹呀、啊。人该收摊了。哦，对。吃了吗？还？嗯。吃完面回来了，真的太舒服了。然后估计刚才是因为那个面馆要关门了，然后把所有最后剩的面，我要了3两面，结果给了那一大碗。我感觉得有半斤，然后又是热的面，吃的我、哎、太热了。你看，这不是汗，全是油。把空调开开。然后，你知道现在重庆的这个温度真的确实不高，但是湿度真的太大了。我给你们测试一下啊，这是个餐巾纸，我感觉我身上拉黏儿，看能不能粘上。哎，你看看粘上了，哈哈，没错吧？太黏了。赶快洗澡睡觉，明天还有明天的安排，早上接着吃小面。